Sustainably successful since 1834. That's how long Sulzer has been around, 200 years. Sulzer has a very long and proud tradition in innovation, from its diesel engines in the 1900s to today, our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fluid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我们用苏尔寿全球先进的船只和静态混合技术和世界一流的硬件设备赢得了客户的信誉，确立了苏尔寿在中国分离和混合技术市场的领先地位。 2021年， 上海苏尔寿迎来在华发展的30华诞。 30年，苏尔寿一直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在中国稳扎稳打， 用优秀的产品，高效的服务， 不断引领变革， 引领创新。 苏尔寿全局布局所积累的技术储备和人才资源， 可以助力国内相关产业的清洁生产， 绿色发展， 以及技术创新， 从而实现价值链的提升。 同时，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 也能抚育苏尔寿的长足进步。 在苏尔寿上海临港制造基地， 我们有7000平米的一个塔内建车间。 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能够生产分布器、生产分离器和塔盘。 在这个车间，我们同时安装有先进的德国通快设备和瑞士百超数控设备。 经过30多年的一个培养与发展， 我们拥有了完善的生产供应链系统 和100多名高素质的焊接人员和数控加工人员。 在苏尔寿上海临港制造基地， 我们有5000多平米的一个单独生产车间， 用来生产我们的铁料。 我们一直在强调数字化和自动化改造我们的制造系统。 这些系统的上线， 从而确保我们苏尔寿能够快速 高效地响应客户的需求。 PP的业务中文叫工艺系统解决方案， 它是利用或依托苏尔寿全方位的船只分离的一个产品， 比如精流、吸收、萃取、结晶、混合器， 还有分离器等等， 为客户提供量身化、定制化的一个全方位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那它涵盖了最初的概念性的工艺设计， 以及必要的分离测试环节，后续下游的基础工艺包、详细工程设计，直至整个模块化的一个装置的一个供货。除了整体模块化装置递交以外，它还包括了交货以后的机械调试，以及工艺开车的指导服务，这样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项目管理。苏尔寿的熔融结晶技术呢，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全球有超过200多套在运行的工业化装置，是全球当之无愧的熔融结晶行业的领导者。熔融结晶呢，分为静态结晶、降膜结晶和悬浮结晶三种。苏尔寿是全球唯一一家可以提供这三种技术的公司，能够根据客户不同的要求和产品的特性，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减少碳排放和碳中和的背景下， 苏尔寿致力于发展绿色循环经济，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产品特点，苏尔寿成功开发出绿色可降解材料。苏尔寿的专有核心设备包括SMR反应器、SMX-L换热器和各种静态混合器，适用于多种聚合物的生产。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尔寿的聚合物技术和核心设备广泛应用于石油基聚合物，包括 PET仿丝、氨纶、有机硅、PS聚苯乙烯、PC聚碳酸酯、PA尼龙、POE聚烯烃弹性体等。PLA聚乳酸是一种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它的原料是乳酸，来源于富含糖类的作物，如玉米或甘蔗等。苏尔寿作为全球聚乳酸工厂的核心设备和工艺的提供商， 我们从1991年便开始研究丙胶酯的提纯工艺，目前全球约35万吨的聚乳酸产能， 其中80%以上来源于苏尔寿的技术和核心设备。 苏尔寿在全球聚乳酸行业的影响力以及其先进的工艺和核心设备， 能够成功帮助客户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 Sulzer has always been focusing on customer intimacy. We have established our sales offices, engineering centers, since the 80s,
starting with Singapore and subsequently to China. Asia will be the driver of growth globally.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steer and lead the way in providing ecological solutions for our customers in bio-based chemicals, polymers, fuels, and also for recycling of textiles and also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Thereby, all this contributing to a circular and sustainable economy, both for our customers and for the population. 我们启动了一项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内，我们减少苏尔兽的碳排放；对外，通过我们的工艺来实现低碳社会，致力于对循环经济的改善，助力客户开发创新、高效和环保的解决方案，以提高效率，帮助他们管理和改进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我们的目标和责任并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优良的业绩，更是要立志成为一家负责任的社会企业。ESG 已经被纳入我们企业长期激励的目标，让员工共同参与，创造更安全、更广阔、更可持续发展的未来。